我吃什么记得倒是挺清楚的啊。毕竟跟了您三年。送给你。这是。送给你的礼物。祝你愚人节快乐。我有点渴了，我倒喝了。你想喝茶还是咖啡？茶。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。加糖还是加奶？奶。好。谁说我要喝茶？我跟你说的，我要喝咖啡。按您的要求，咖啡热的，加糖。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。顾某，我告诉你，我最欣赏你的一点，就是你从来对我没有一丝的妄想。我想去项目部，在公司给你做秘书，下班给你当保姆，晚上你喝多了，我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还得给你当代驾。是你有洁癖，你不喜欢别人进你的家，你就可劲儿对着我一个人折腾啊！行，我白听。我没说完，你听着，这儿。陆总使用说明书，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！我就算跳槽，也没有人再会让我做项目。那你就一直做我的秘书。闭嘴！要不是你能进我家，那是因为我给了你别人没有的信任。你怎么就不找一个合适的秘书呢？你不就是那个合适的秘书？